欢迎来到本季旅途的终点站，阜阳。怎么这么快就到最后一期啊？陈哥，李斌老师，你们好。哇，小洞天呐、很神仙的地方，一起来打开富春山居图。哇，很震撼。这是我们亚运的射箭场馆吗？哇，后备箱夜市，哎，好香啊，好饿啊！这看起来太好吃了。对啊，巨达富的故居，这个 view 也太棒了吧！每天就看着富春山居图，你看，它是以笔为枪的烈士，这何尝不是剑胆群星呢？哎呀，哪有这么美的地方？现代版的富春山居图。还有诗和远方，每周日21:10